本期视频内容温馨提醒，以下所有吐槽对象确实歪歪，毫无根据，请勿对号入座，免得气坏伤身。如有雷同，切莫操心。比心，你还在为老公出轨、婆婆刁难、同学欺负而痛苦吗？你还在为上司拉起亲戚攀比、闺蜜背叛而愤怒吗？你还在为气死老娘怎么反抗忍不下去而苦恼吗？各位贵妇太太，你们好，今日敬请欣赏。一捡垃圾都别扔，大包送给很那个。啊切，干嘛我？宋小三必选，夏诺兰羽毛粉底液，老公不回家，张嘴全谎话，都是出轨闹的。狐狸精手段高，还想逼宫当正房，给我高他些。胖妹小课堂倾情为您推荐，送他一瓶夏诺兰，再回老公都不累。看这璀璨华丽的包装，隐约散发着贵妇气息。看这硕大的 logo， 隐藏不了王子霸气。小三不晓得还以为要跟他当姐妹，铁粉一大股子酒精味，上脸就是国民妹，遮瑕力无限趋近于零，让你老公好好看看。狐狸精的美脸戳穿白点，好刺激！你以为这就完了？哼！它是目前我人生经历过的所有粉底液当中，就是包括那种10到20块钱、30块钱粉底液，持妆能力最差最差。早上出门妆化的好好的，中午面部全非，而且你说单纯的脱妆，我也就算了。它的那种脱妆是真的，一部分被油溶掉，一部分斑驳掉，然后再感觉一部分被自己的皮肤给吃进去了，发黄发黑，透露着脸上各种瑕疵。我好说秃了。所以正房朋友们，男人找回家，今晚就靠它。搞快寄个闪送，交到那狐狸精的手上，从此婚姻幸福，阖家美满。送同事必备雅诗兰黛 Views 香水，同事总爱打小报告，领导给你扯消息，当人一套，背人一套，好的不学就爱擦刀。送他呀，前调甜腻刺鼻熏脑门，爱给老板打小报告，喷他，老板直接吓破狗胆。中调甜腻刺鼻熏脑门，爱在背后嚼舌根，喷他。苍天腐蚀撕裂开来闻到你味道，天气前天就上炮，味调还是甜腻刺鼻熏脑门，让谁喷谁就是话题的中心，让谁喷谁就是办公室焦点。哼，送室友必备希思黎胶原蛋白霜，还在担心寝室表随便拿你东西吗？还在肉痛寝室表偷用你化妆品吗？大方点送给他，昂贵大牌的包装下，成分皮又没得好多，瞠目结舌的价格中，一眼就报道，堪称智商税的典范，堪称毁容界的标杆，让寝室表的丑恶内心公之于众，让爱贪小便宜的人只是恶狗。我真的要认真说一下这个面霜，1000多块钱的专柜价格啊！成分表里全是最普通、最普通的保湿剂就算了，你们就看大红点点的痣痘成分，那简直是逼到干皮变油皮，逼到没得痘，逼到要爆痘啊！你问我当初为什么要买它？大概是我年少无知，被虚荣蒙住了双眼，人傻钱多，被金钱捂住了内心，感天动地。送闺蜜必备兰蔻2019日本春季限定唇膏，你们有没有那种经历？多年不见的闺蜜，好不容易捧到吃了，不是炫耀就是攀比。我老公现在在做房地产，一个月给我的零花钱就好几十万呢。哈，你也能去国外留学？不会是哪所野鸡大学吧？这是我男朋友刚给我买的限量版包包。你不会这么大把年纪了还没谈朋友吧？老姑娘可是嫁不出去的。听我的，送她闺蜜大牌梦幻包装，少女心糖果膏体，那都是她的伪装。Yes， 就是一个比一个的荧光到家。当然，它不仅仅是荧光哦，它是嘉润，它是八干，它是比淘宝那种9块9包邮的口红还令你青丝呢。其实我本来是想给你们上一下嘴试试看的，但因为它实在是太丑了，太难用了，它不配上我这种贵妇的嘴。当然，很多杠精一定会在这个时候说。人家大牌的限定版就是拿来珍藏的，你没钱别在这搞笑了，这种收藏品怎么能拿来用呢？对对对，这种就是限量版噻，你看它只是包了一个那个大理石纹的塑料纸纸，这外头是塑料纸纸，老娘当年加急加价的把它买回来，我觉得我一点都不难，真的啊，好快乐哦。收藏品最后这件也是今日的高潮，送恶婆婆，逼你生儿子，拿你当保姆，跟你抢老公，送他白雀羚雀鸟缠枝美食剑，你值得拥有。打开盒子，精雕细琢，古典家藏，其实全是塑料，跟小时候我们过家家摔那种差别不大，规格更是中样小样，完全失败，口红更是荧光芭比粉，仿佛从颜色中透露出你是智障的神情。要知道我当年买它的时候，我还花了1500多，本来是想哄我妈开心，我妈看了去，没把我打得大小便失禁。我妈比恶婆婆可吓人多。